爸爸的新车。爸爸买了一辆新汽车，我们都想去坐新汽车去公园。妈妈、哥哥、姐姐、奶奶、爷爷、阿姨和叔叔坐上了车，小狗和小猫跳上了车，我和我的朋友爬上了车。爸爸大声叫，这样不安全呀，全都出去。爸爸把车开走了，我们只好都坐巴士去公园。